人不能贪。台长告诉你们，人生有三宝，三个宝贝，你们知道吗？第一个宝贝是要学会退让，人要学会退让，因为退实际上就是你生活的一种转换。如果夫妻两个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这个家就不成为一个家。所以学会退让之后，你就会得到另外一个解脱。拒绝退让，你就是拒绝希望。忍耐，这是第二个宝贝。所以忍能够保生啊。一个人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忍耐一下，你的智慧的基础就有福分了。所以很多人忍耐到今天，所以他才拥有了这个家庭啊。很多人不能忍耐，他就失去了家庭。很多人不能忍耐，自己的孩子在骂我，在做错事情，他会失去孩子。就像很多人在公司里，我不能忍耐，你会失去了你的职位一样。这就是我们的忍耐。台长经常跟你们讲，忍天下难忍之事，成常人难成之事，不败人生，忍者无敌呀。第三个宝贝就是圆。方圆的人明白天下一切都是虚空的，所以不可得。人间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因为今天得到了，明天没有了。想一想，有多少人结婚的时候欢欢喜喜，等多少人离婚的时候悲悲切切。今天的拥有不代表你永远拥有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就学会做人永远要圆融。有得就会有失，对人间的圆融要学会包容，包容别人做错的事情，讲错的话。台长跟你们讲一个道理，你们去看看汽车的轮子，能在马路上飞跑的，不管是什么车，它一定要圆的，只有圆的才能向前跑。人间的事物只有圆融才会发展，才会进步啊。